莲县外海四月三日上午发生瑞士规模 7.2 地震，全台有感，各地传出灾情，不少人PO出家中的惨况，电视、柜子损坏，物品散落一地。不过有位住在新北三峡的网友在脸书发文表示，我家电视跟猫一样是水做的。原坡家位在13楼，地震当下不少家具摆饰剧烈摇晃，其中摆放在客厅的电视更是激烈摇摆。还在咬，妈妈开门，还在咬，你看那个药是在动了，还在咬，
不要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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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